OK，在这个上午我们讲到了 find 的这个命令，对吧？这个命令这块呢，有两个作业，给大家留了两个作业，一个是将 EDC 中的所有目录，注意是仅目录，好吧，复制到 TMP 里面去，然后保持目录结构不变，对吧？这个有做出来的吗？好，这边呢，我们看到复制到 TMP 里面去是吧？首先，我们可以用 find，然后来查找 EDC 类型是什么？是目录的，这个应该很清楚，是不是？找到类型是目录的这样一些文件啊，目录当然也是文件啊，然后将它复制过去。另外要注意，我们只是复制目录结构，不要里面的文件。其实有同学告诉我一个方法，他说老师可以这样做，他可以先把什么呢？先把整个文件夹都复制过去，EDC 复制过去，像这样，EDC 复制到 TMP 里面去，是吧？然后紧接着 find 查找 TMP 里面 ETC 杠 type，这是是目录吧？然后加一个叹号了，取反，不是目录，对不对？不是目录，然后给删除就可以了，这可不可以这样做？然后杠 delete 吧，或者杠 exec 去执行一条 shell 命令，这个都可以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如果说 edc 这个目录啊，也就是你复制的原文件有多少呢？有10个 G，而你目标位置只有几百兆，你怎么可能做这个事情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还是使用 find，在 EDC 里面查找类型是目录的，对吧？杠 exec，这个地方大家注意，不能用 CP 啊，因为用 CP 的话，你如果使 CP 杠 R 的话，递归的话，它还同样会把文件拷走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可以使用 mkdir，把那个目录在哪儿呢？在 TMP 里面创建一次就可以了。看到吗？啊、哦，我那边应该没有文件吧？现在，你自己看看，这能不能看懂？其实不用加杠 P，因为它搜索的时候先是便利上面那个目录，然后你一个一个创建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一个一个创建就可以啊，明白？对。它搜到的本身就是一个绝对路径，然后你一个一个创建就可以，啊，这种方式，那这个目录本身很小，是吧？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作业呢，给大家留到的是将 EDC 下的目录，整个目录复制到 VRTMP 里面去。目录设77，文件设多少？66吧。这个复制本身应该没问题，到 VRTMP 里面去。那同学怎么做？目录77那个文件666啊？find 吗？find 也可以，其实没那个必要吧？是不是使用 chmod，然后杠 r 递归，然后 a 等于 rwx，var 下的 tmp 下的 edc，还记得这个大写 x 吗？这个大写 x 它只作用于什么？它只作用于目录，而不作用于文件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结果，EDC 里面的这些目录是不是77，文件是不是666？因为我们一般文件是尽量不要给它随便的给它这个执行权限，对吧？好，当然我们可不可以使用 find 命令来做呢？可以吧？找到目录是不是给它一个，也就是 find 在 VRTMP 下的 EDC 类型是什么？目录的。然后杠 exec，然后怎么做？chmod，chmod，然后权限是777，对于我们的目标文件是吧？是这样写的吧？可以吧？但这里我想说的是，还有一个加号，看到吗？这个加号和分号，可能有些人呢没有用过这个加号。加号和分号有什么区别呢？如果是分号的话，它表示的是
他找到一个文件，然后呢对他设置权限，就是相当于每一个这个 chmod 这个命令，它是一个文件一个文件设权限，而加号是什么？统一设置权限。所以效率呢要高一些，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文件量比较小，所以可能看不到这个效果，明白？但加号有时候不能同时使，有时候是不能用的，因为 chmod 改文件权限或者是改文件的这个属主属组啊，这个动作是可以的，加号。好，这是关于这个怎么去设置。另外呢，对于不是目录的话，是不是叹号就可以了？叹号，然后是666，这是不是也可以？好，这个时候不支持使用加号了，是吧？好，有些没有，有些权限我们拿不到啊。啊，现在这个文件权限有问题 ，OK。好。这是加号和这个分号的区别。好，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文件查找这一块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东西，文件的打包和压缩。首先呢，各位可能对打包压缩其实也是经常见到，在 Windows 里面我们可以对一堆散文件，像这样点右键有一个什么压缩到这个相应的文件。其实这个动作它做了两个操作，坐好啊。这个动作它做了两个操作，一个是把文件，把这两个散文件或者这几个散文件做了一个打包，我们也叫归档，归到一起，然后在打包的基础之上，然后再做了一个什么压缩。其实打包和压缩是两件事情， OK。来，咱们现在呢先做一个小的实验，就是我们来创建大概上千个小文件或者上万个小文件，然后来试一下怎么去传输，就怎么从 A 电脑传到 B 电脑上去，明白意思吗？我们看一下整个花费需要多少时间。第一个，在不打包的情况下，我们看需要多少时间，明白？那么在生产环境当中，有一次我一个学生他告诉我，他说他们有这个几个 G 的文件，其实不大，但是整个在最后传的过程当中花了大概几个小时，原因是每个文件都非常小，传入特别慢。好，这个我们也可以呢造一些这样的文件。首先我们来传一下这个，就拿 EDC 来讲吧，我们如果想把这个 EDC 这个文件整个文件夹传到另外一台电脑上去，首先这里面的文件有多少个？很多吧，相当于是一批散文件。传给谁呢？我们找真机来做实验啊。这是我的机器，这是那个咱们同学的机器。我先把这个 TMP 的下面的数据先清一下，我从这边把整个 EDC 整个目录给它传过去，看到吗？传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一条命令叫 scp 来进一个 copy， 同样加一个递归的方式，将我的 EDC 传给远程主机，它是多少？这个是 110.18.42.102， 对吧？ 110.18.42.102 TMP 是吧？我们在前面加一个 time 来统计一下整个这个命令所花费的时间。好，遇到一个问题，这个你们可能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。这边呢说了报了一个错误啊，这个错误呢大概意思就是说，我在我的这个 loss 文件里面记录的曾经的那个102和现在的一个102不是一个人了已经。好，解决方法怎么解决呢？打开 root 下的点 ssh 下的 loss 找到那个102，把这一行整个 dd 删除就可以，看到吗？好，打错密码了。
还打错了，改了吗？没有。现在我传的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打包和压缩的一个目录，对吧？其实不大 ，EDC 也不过就是几十兆而已，对不对？大家试想一下，如果这种文件达到多少？达到几个 G？ 你看这个传输速度是多么的慢啊！而且这是局域网啊，这没有经过任何互联网的形式，是不是？这是局域网，还没有结束。所以上次那个学生告诉我，他说他们那个文件啊，考了大概7个小时，没有多少，不到那个就几个 G 的文件，考了7个小时，因为每一个文件可能就几 K 这样一个大小，特别是小文件传特别慢。你看这个说话期间还没有结束，是吧？我们在传输的时候，整个 EDC 各位才多大？看到了吗？才有这个。39兆是吧？我们将整个 EDC 目录传给对方主机。当然，我刚才没有写 root 用户身份啊，实际上默认的情况下就是 root， 对不对？好，还没有结束，39兆传到现在，有那么大吗 ？DU-SHEDC 36兆，还没有39兆。好，这个不用等它结束吧？应该已经耗了10几秒钟了吧，可能还不止。好，那我这边Ctrl加 C 了，这种等不了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是几个 G 的话，如果是几个 G 的话，这个更浪费时间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进行打包和压缩。刚才讲了，所谓的打包和压缩是两回事吧？如果只是压缩呢？举一个例子啊，我们这边有一个，我在这边创建一个 DRE 的目录，我在这个目录里面呢，创建一堆的文件。现在这个 DRE 目录里面的所有文件都是没有经过任何压缩吧？好，如果只是单纯的压缩，像这样 gzip DRE 下面的所有文件。好 ，DI 它说是一个目录，对吧？下面还有一个 DIE 目录 ，DIE， 看到每一个文件是不是都压缩了？但是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，我们想要的效果是什么呢？把一堆的散文件首先打成一个包，然后再对整个这一个包进行压缩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举个例子，现在有10个人，每个人都是200斤，有点重是吧？10个散的10个人啊。那这个不方便传输怎么做？先把这10个人捆在一起，成为一个大文件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理论上讲，这10个人的重量还是原来的重量，就只是做了一个什么，做了一个打包，也叫归档。这样的话倒是方便传输了，变成一个文件，是不是？但如果我们想要再做一些压缩呢，我们可以把这10个人再剁一剁，踩一踩，是吧？然后变得更轻一点，这叫压缩。所以我的这边建议是什么呢？大家最好不要对单个文件，除非这个文件就只有一个两个的，尽量对什么？就像我刚才你们看到的，我有一个目录叫 DRE， 是不是？这里面是不是有一堆的散文件？可能上百个、上千个散文件。那我们怎么做呢？建议大家对 DRE 这个目录进行什么？打包，然后再做一个压缩，明白吗？好，这里呢还是问一个问题，你觉得我是应该对里面的文件进行打包，还是应该对 DRE 进行打包？哎，你们有没有从网上下载过一些软件，然后点右键解开，解到当前目录就是一堆散文件，然后你直接有时候你就会骂他了，说这什么玩意儿。所以我们去打包的话，也尽量对什么打包？对目录进行打包，而不是对文件进行打包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对 EDC 进行一个打包。
通常打包和压缩这两种行为可以一块来做。打包和归档用到的是一个命令叫 tar， 它这个命令。这边呢 ，c 表示创建一个打包，最后这个 f 呢，表示我们创建的最后这个包叫什么名字。对，一般情况 ，Linux 大家知道是没有文件扩展名这种说法吧？但是我们还是比较愿意给它起一个点 tar 的这样一个名称来作为所谓的后缀，毕竟是给人看的吧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 f 表示我们最终创建那个包叫什么名字，但是我们这边呢，同时也调用了谁 ？gzip。gzip 这个工具本身它是一个压缩工具，但是这里呢是被那个 tar 所调用，明白了吗？我们通过在打包以后，再把那个 gzip 过来，把这个包整个压一下，完成一个所谓的打包和压缩的过程，明白？好 ，tar-c， 这个 z 呢，表示调用的是 gzip 进行压缩。好，我们试一下，这个 f 表示什么？最终打包以后的文件，我们叫 edc 一点 tar-gz。好吧，好，或者叫 edc-gzip 吧，起个名字吧，好吧，点 tar-gz 对谁呢？对 edc 进行打包。这个命令有点特别，这个小 f 必须要挨着这个文件名这个参数。好，大家观察一下，它提示我们删除了一个斜线根，是吧？好，然后紧接着呢，我们还可以使用 g 来进行什么？看整个压缩的时间好像比刚才要长一点，是吧？打包肯定是一样长，压缩的时间比刚才要长一点，因为它压缩的比率会更高一些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个工具，压缩工具，大家在网上下的内核，下的这个内核啊，通常是这个，啊，我写 edc1 了，好吧，叫 edc1 吧。好，各位看啊，这次整个压缩好像会花费的时间比刚才还要长，明白吗？那么它调的是谁呢？调的是，我们可以看帮助，它，然后是杠杠 help 吧。这边如果说我们调的是哪个？刚才看到的是，如果是小 j 是 bzip 吧？大 J 是 XC 压缩，是吧？还有个小 G， 这个是小 Z 在哪儿？后面吧，应该。小 Z 的话呢，指的是使用 GZip 压缩啊。来，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三种软件压缩以后的这样一个结果 ：LL-H EDC。哦，不是这个机器啊。LL-H 我放都放在哪儿了？放在当前目录，对吧？我没有放到别的地方，当前目录。好，为了方便看了，我起了一个名字啊。很明显，这个 gzip 它压缩的时候所花的时间最短，而且它的压缩的这个整个最后是最大的。第二个是呢 bzip2， 第三一个是 xz。因此我们会看到现在很多软件你下来了，你会发现它的压缩是什么样的。当然这些后缀都不代表任何东西，明白吗？因为 Linux 没有后缀这个说法。因此我们如果说有一个文件我们真的不知道它是谁压的，我们可以怎么做？可以去查看一下文件的类型，是不是？查看一下这个，通过 file 去看一下这个文件类型，它是 bzip2 压缩的数据，是不是？这个是 gzip 压缩数据，这个是什么？明白吗？那通常我们看一下，现在我们再来拷贝一个文件，就算这个是11兆的文件，我们再拷到那个机上去，好吧？好 ，scp 杠 r edc 一哪个？gzip， 然后拷到 10.18 点
多少？42.102，放了它的 TMP 下去。完了，对不对？不会像刚才那样那么慢吧？所以我们在无论是局域网还是在互联网当中，我们所下载的文件，通常下载的某一个软件，比方说 NGX 的一个软件或者 MySQL 软件，已经基本上是由别人做好了这样一个打包压缩，对不对？同样，我们如果想要什么去传一个文件，传很多文件，也最好是做什么打包压缩。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，打包压缩打包的时候针对的最好是文件夹，这样的话别人如果解开以后呢，看到的就是一个文件夹，否则的话别人解开以后看到的是一堆散文件，是不是？当然同学问我说，那现在我感觉已经很好了，但是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解压。你现在传过那个倒不是事儿，你现在传给了对方，比方示范节 传给了示范节这个电脑是吧，那对方是不是还有一个解压的过程？你压缩的时候可能要压那个20分钟，他解呢是不是也要大概解20分钟？这个很慢的啊，所以这种传输方法其实是不好的。那我们如果两台电脑都可控的话，我们有更加好的一些方法来解决。好，这个稍等一下来看，我们先来看常规的这种什么解的方式。在解之前呢，有一个 T， 这个不是解压，只是看一下里面的什么内容。TF 始终是那个压缩以后的那个文件名字，是吧？好 ，TMP 下的 EDC 一这个文件。好，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文件是不是就是里面的这些打包内容？它就是没有前面那个根。看到了吗？没有前面那个斜线。好，那怎么解呢？好，当前啊，大家看到我使用 TA-X， 注意同样解的时候，刚才那个 C 表示创建吧，现在 X 表示什么？释放或者解压。同样我们是不是先要调用那个压缩工具啊？刚才是杠 CZ， 表示我们打包完以后呢，将调用这个 GZIP 来进行压缩吧，帮我裁两角，是不是？现在呢，我要干嘛？我要解包，那么是不是先要解压呀？对，它如果看到前面是 X 的话呢，它自动会变成解压，能明白吗？这个是自动的，所以不用专门去做这件事情。你也可以分两步，就先解压再什么，再解包。也就是说完全可以不用这么做，直接 TA-XZ， 可不可以 XJ 啊？可不可以？这行吗？这个应该不可以吧？然后直接报，这个不能够返回什么状态， 不支持啊，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什么 BZIP2 的文件。那所以我们是不是要使用那个叫 XZ？ 很多人都在纠结这个事情，说这到底应该使用哪个解压呢？其实你纠结半天，你发现自己根本不用写就可以了，让它自动判断就可以。我从来都不写这个啊，我既不写 J 也不写 J， 自动判断，你自己看它是什么格式，然后调用相应的这个软件过来解压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好，同样这个地方有没有说解到哪儿去啊？回车，解到当前，当前，是不是？甚至是也可以解到重定向到一个，比如 VR 下 TMP 里面去。反正都没用那个什么，既没用 J 也没用 Z， 都不用。所以解压的时候，请大家注意，最好就让它什么，这种方式其实没有任何必要，看到吗？然后因为你要用这种方式，你得明确知道那个软件包是到底是使用什么工具压的，你不能够直接上来就猜测的方式去进行解压，明白？至于这个 V 啊，和我们曾经看到的 V 是一样，是为了什么？
显示它这个整个过程。然后如果不显示过程呢，如果那个整个软件包比较大，比方说有几百兆，你可能感觉好像死机了那种感觉，是吧？有个小 V 的话呢，反而能够什么，像这样滚屏嘛，是吧？感觉好像还活着的样子。当然最后经典的什么效果呢，经典的效果就是直接连那个小小杠都不用，明白？好，这边呢我们看一个小例子。